来到大阪，看到河的两旁边，也就是大阪最热闹的商区咯。道顿窟，念绝还是窟？当然是念窟，但是我们台湾因为没有窟这个字，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念绝。无论你念道顿绝或者道顿窟都可以，因为大家都听得懂。那这里有美食必吃必买，这里还有新在桥，还有黑门市场、荣桥金都合在一起，它可以一起攻略大阪最精华的区域。这里吃喝玩乐到处都有，还有这里也有法善寺横丁，还有富有日本风情的庙宇在道顿窟哦。早在江户时期，拥有优良环境的大阪便是商业鼎盛的地方，这里娱乐场所超级的多，吃喝玩乐嫖赌真的这里都找得到，最顶级的名牌到最一般的便宜的所谓的廉价商品在这里也都看得到。新斋桥灯火通明的道顿窟，找到大阪最出色的购物广场、餐厅、娱乐事业，这一条路上到处都是，这里也变成了现在台湾人最爱来的地方，逛街的好地方。因为自由行飞到这个地方来，直接坐电车到这个地方来，就住在这个地方，道顿窟就很方便啊，你整天都有的逛，再来吃喝玩乐都有，还有呢什么东西都买得到，这个区块等于就是浓缩版的大阪。那我们现在就在新斋桥这个地方来逛逛，来看看它的夜生活，晚上非常非常的热闹，不会寂寞的。这里也变成了来到日本关西必来的一条桥，必来的一个点，因为这里霓虹招牌非常的亮眼，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观光客来这边，那就一定要来这个道顿窟这里拍上一张照片，吃上它的螃蟹，甚至呢吃上一碗道地的关西风格拉面。紧接着我们前往全长约有4公里的明石海峡大桥，它连接了兵库县的神户市与淡路岛之间的交通桥梁啊。在明石海峡的中间呢，这条桥它两根桥塔之间的距离呢达到了1991公尺。那明石大桥是因为哪里出名呢？它是世界上桥塔距离最远的桥而闻名。不过呢，明石海峡大桥可不只是路过这么简单，这里呢还有 schedule 行程可以走。为什么？除了桥上步行可以之外，还可以登上跟东京铁塔高度相差没有多少的主塔来去看看。最主要呢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明石海峡的漩涡，它的漩涡规模大小是世界第一哦。在我们上桥前还可以看得到明石大桥，这里有做细部结构的分析，把它的结构体放一段在这边，让大家了解到这一个世界上最长跨距最大的明石海峡大桥啊。那底下呢也就是名门海峡，连接淡路岛四国大名门桥下，仿佛瀑布般磅礴激烈的这个海流啊，在这边交汇啊，它
变成了什么？世界三大潮流之一，在大潮的时候，最快的流速呢，就可以达到1小时20公里，号称速度是世界第三快。这个漩涡就是从太平洋和濑户内海流入的两道潮流，在这边大家都会看到了这一块区域而感受到它的震撼性，在名门海峡相遇汇流而形成，受到海岸线跟海底地形的影响，最大的直径可达30公尺左右，如此惊人的漩涡大小更被誉为世界第一，所以来到这边，当它那个漩涡出现的时候，就会轰轰的声音了、这个就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也因为这样子，名门的漩涡就被世界遗产登记促进协会把它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拥有了漩涡，拥有了跨距最大的海峡大桥，在这边在在都可以体会到日本人对于一个桥一个景点他们的细心，他们的用心，把一座桥变成了观光景点，把一座桥细部分解在旁边，让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旅游的时候，不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交通道路，而是可以了解到这一座桥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有如何的艰巨，工程如何的伟大，造桥者的厉害也体现到日本人的智慧，知道把一个没什么的交通建设把它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景点。接着进入了安藤忠雄的世界，淡路梦舞台。他在兵库县淡路市，这个广阔的面积呢，散布的众多世界著名建筑家安藤忠雄他的设计建筑，包括呢由100块花坛组成的百淡院，可以观察到世界各地约3000种植物的奇迹之心植物馆，包括里面很多的国际会议场啊、宾馆啊、公园啊、商店等等啊，他最主要来到这边就是在欣赏安藤忠雄他的建筑特色，还有他的建筑方式。淡路梦舞台很多地方都有流水，水流底部呢就铺着100万枚回收再利用的什么扇贝。这些贝壳在水产加工工厂本来是要把它扔掉的，那到这里呢就被安藤忠雄再利用以后，变成了美丽景色的其中一个部分。世界最著名的建筑家安藤忠雄，他有很多的信徒，包括我其中也是喜欢他的啊。但他的设计当中灵活利用各种的这种充满很多活力的建筑方式啊，像山体的斜面啊，他就把这些舞台啊、这些露台呀、等等的建筑设施就跟大自然合为一体。其实呢，它跟着西班牙高地很像啊，他们都喜欢用大自然跟现有的建筑物融合在一起啊。
所以当我们走到了淡路梦舞台的时候，会有一种哎，我是来这边看花园公园还是迷宫还是建筑物，你会搞不太清楚。最主要的原因就来自于他把他的建筑跟自然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在散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哇，好特别哦，好想散步哦，好想来这边探险看看哦。所以淡路梦舞台之中最让人感受到最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花园在散步啊。因为呢，它的这个散步当中可以感受到它的跟自然跟它建筑特色融合在一起，所以逛起来心旷神怡啊。而且它的旁边又是明石海峡公园，所以它的四季变化很大，有自然丰富的公园，有安藤忠雄的设计，还有美丽的开花花海露台，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人也适合小孩子一起来游玩的地方。淡路梦舞台曾在2000年还办过了淡路花博会的会场啊，更让他一举成名。兵库县淡路市的淡路梦舞台也是世界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最具代表性建设之一啊。他旁边连接的一系列的公园，然后呢还有占地相当的广大，所以是一个非常好散步逛一整天的地方哦。来到淡路岛，日本代表性的松板牛跟神户牛相传根源就是来自于淡路岛的淡路牛，所以淡路岛上面呢，他们很久以前就只挑选精良的母牛来进行交配生意，所以它保存了优良的品质。淡路牛它的上等美味跟油脂呢，已经变成了现在淡路岛主推的重点之一。淡路牛沙西米，你敢吃吗？如果敢吃的话，你就可以来这边尝鲜看看哦。在跳，在唱。
你知道神户也有非常多高耸的群山吗？这是很多人来关西会忽略的。六甲山脉就位于兵库县的东南部，它的国际历史、极佳的远足旅行路线、无与伦比的景致，上山之后下了小雪，它是兵库县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我们常常去关西旅游，着重在京都，着重在大阪，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有空去走一走它附近的山区，它的温泉区，会让你从繁忙的城市逃离片刻，来到一个大自然理想的去处。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叫做六甲山脉。六甲山脉就位于兵库县的东南部，在这里有一系列美丽的山景可以看得到。六甲山标高931公尺，是六甲山脉的最高峰。我们现在没有爬山，但是我们上到山上来，去看看整个神户港，看看整个兵库县。说起了神户，大家想到的是什么？港口。说起了神户，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它的街道。它不是一个景点，而是整个神户，它拥有与众不同的欧风街景啊。不管是历史的欧洲房子啦，或者是外国领事馆啦，或者是近代建造的洋风的建筑啦，或这里的餐厅啊、咖啡店啊，都构成了非常独特的日本街景。在兵库县的神户市北野町的地区，这里的洋风建筑建于明治20年啊。这类历史的洋风建筑多数都残留了下来，并混合当地的建筑风留在这个地方，成为了今天每一个人到神户必定去逛街。逛的不是热闹的商店街，逛的就是它的城市当中的小巷子、小街景，神户欧风街景。那为什么呢？因为江户幕府于1858年跟美国签订的条约，当时的日本开港了，就是什么，他不再锁国了，他开放了新系、函馆、神奈川、横滨啊，还有哪边长崎这五个港口。那一开放之后呢，哎呦，那外国人就来这边住了哦。因为来这边住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因为港口嘛，所以经商贸易都会搭船来，那个时候没飞机啊。那外国人居留的土地不够用，所以外国人也跟华人一样，都会聚集在一起，越聚越多。许多人就开始聚集在神户这个地方。这些神户聚集的地方的外国人开始盖的房子，或者是他们开的商店，就会以自己家乡的风格下去盖，下去开，慢慢的就出现了这样子的风格。而这些老外他们盖的地方又喜欢往山上盖，可以看到海嘛。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去国外、去欧美国家会不会发现，老外特别喜欢海边哦，华人没有那么喜欢海。年轻人喜欢海啦，年纪越大好像越不喜欢海。但是老外不一样，因为天气冷，他们喜欢去海边晒太阳，然后呢越靠近海边他们越开心，甚至可以在海边晒一整天的太阳啊。那这一些老外在神户就住到比较高的山上去，可以面到海，这一块区域就慢慢的形成了高地北野町三本通地区建造的宅邸，这些宅邸就称为叫做艺人馆。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到神户要参观的最大特色，其实跟历史都有关系。以前外国人来这边留下了他们的房子，这些房子经过了保存、经过了整修、经过了修建，现在留了下来，形成它最大的观光特色卖点之一。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它是日本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大阪都市圈当中重要的城市，兵库县的县厅所在地啊，它也是日本四大岛中最大的一个岛，本州岛的西南部。那1868年神户就成为日本最早开放对外国通商的五个港口之一。日本的很多大小城市，我相信你来到神户一定会感受到它有别于日本一般城市的风格。虽然神户迅速发展变成了日本最重要的港湾都市之一，但你知道吗？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呢，却给神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觉得每次谈到的关西，你就会想到的关西当时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但是呢，日本人厉害的地方，经过了几年的重建，你感受不到他曾经发生这件事，对吧？而神户也被评定为世界最适合居住的都市之一，并且呢，曾经被福布斯杂志评选出世界最干净的25座城市。我就很好奇啊，日本哪一座城市不干净啊？几乎都干净啊，而且越乡下有时候越干净啊，对吧？所以这也就是神户最大的特色，它带有强烈的异国风情。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日本神户港用晚餐。而我们现在就马上驱车前往海之京都，没听过吧？一直不知道京都也有靠海的地方，对吧？沿路的这一些景点特色，这一些房子是不是让你充满了浓浓的日本海洋风味啊？现在这一路上全部都是依海而建设的日本传统建筑哦。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海之京都？京都北边的沿岸处，它拥有神秘的自然跟都市没有的文化历史，这是很多人爱去京都旅游却不知道京都有靠海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叫做天桥立跟伊根周屋、福知山城等等，他们都统称为叫做海之京都。这里的周屋是它最大的特色之一哦，所以来海之京都就是来看这一些周屋。
大部分人听到京都，想象当中浮现的都是寺庙，对不对？而京都的北部，日本海一带，便是蕴含了古都奥秘的地区。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一根湾，它的潮水落差比较小。住在这边的人呢，在山跟海之间小小的土地上面就聚落着，发展了独特的舟屋建筑。舟屋我们刚前面有看到，指的就是一楼停船，二楼生活住家。一根湾沿岸旁边就环绕了许多的舟屋，那你看上去呢就很有特色啊，很像京都日式的平房。浮开来啊，浮在海上一样的，很可爱。2005年起呢，一根舟屋聚落就被指定为日本重要的传统建筑物的保存地区。那一根湾，它的海水还蛮透的啊，而且在这个地方，由于洋流的关系，渔获非常的丰富，它也被日本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海域之一。有海鸥的地方，海水自然而然就是干净许多。有人比喻在这边的生活是离海最近的，颇以为啊，因为你门口一打开啊，就是海，虾尾线一丢就是海鸥啊，怕没有虾尾线而已，不怕海鸥不来啊。那这些海鸥呢，也已经习惯人们的喂食了啊，所以就会开始呈现了，这个只要有观光客来啊，他们就呢，疯狂的过来抢食啊，那。当地还拥有许多独特的传统习俗活动，除了从岸上观赏舟屋之外，还有我们还可以从一根湾内坐船去看这些舟屋哦，让你体会一下它的独特之处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景点哦，它就是日本的朝圣之旅三大景，海之京都天桥立。据说天桥立就是从前啊，神明从天上要到人间，就是要走这一条桥，而后来呢，桥坍塌了，遗落在人间。那这一条桥呢，就从天上掉下来，也就是我们上观景台要看到的天桥立。它其实就是一个狭长的沙洲，将宫津海峡两侧分成了文珠跟府中地区。所以如果你要看天桥立，最好的方式就是登高一看，那你就要搭这个缆车上到上面的展望台，然后呢嘎个啊的来。就是呢，从胯下看过去，颠倒看，你就可以看得到飞龙观，也就是飞龙在天。最经典的 S 型的天桥立上去必须这么看，如果你正常的看，你还看不出它的特色。海之京都呢，包含了伊根周屋、美山町、河长村，还有天桥立。而天桥立又是日本三景当中比较容易到达的其中一个。天桥立，天堂之桥，沙洲的两旁连接了天堂跟人间的通道。最狭长的沙洲就在最窄处，仅有20公尺宽啊。那我们来到了天桥立，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许愿喽。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从胯下去看天桥立。有没有看到前面智慧之轮拿起旁边要钱的那个贝壳，往那个圈圈丢，丢进去的不是有种娃娃，他丢进去就可以许愿了。这里是天桥立，京都府宫津市。一个地壳推挤作用形成的海上沙洲地形就在你的眼前。
看完了之后，我们从海边慢慢的又往山里面走咯。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也就是要去海之京都的另外一个重点地方，它叫做美山町的合掌村，也叫毛七屋。这个毛七屋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哦。所以从海之京都的伊根州屋一路到了天桥立，景色都跟海有关。那你慢慢现在走到了美山町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变成山路了。所以在北部的京都，它拥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有山有海。说起了合掌村，大家想到的就是白川乡。合掌村其实已经变成了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但其实像这样子的建筑模式，它叫做毛器屋，它也是日本的茅草屋。这样子形式的地方在日本有三大地方，其中一个就在京都南丹市的美山町毛器部落美山町合掌村。这里跟合掌村一样，是造型小巧可爱的垂檐式的屋顶。同样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哇，那个雪盖在茅草屋的屋顶，就像童话世界般的风景一样。这里最大的特别点是建筑比较小巧，第二个比较没有那么多观光客。当然这里也有民宿，也可以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人潮目前来看是比较少了。当然你也不知道将来它大红特红的时候会不会是开始变了很多人。美山町它就坐落在800-900公尺高山之间的山谷里面，过去呢林业农业是这里的主轴，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推观光事业了。那因为以前青山拉拉呀，所以它交通不是很方便。近年来这样子的推广，像我们电视这样不断的 push， 不断的呢把它放松出来，也让它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它跟岐阜县白川乡的合掌村，还有福岛县的大内宿，并成为日本三大现存的毛器屋集落。你想想看，你常看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们，你几乎都可以看得到日本三大毛器屋。现在在这里有50户的建筑，其中有40栋的毛器屋，那现在都还有人住哦，也被日本列为了最重要的传统建造物群的保存地区。目前知名度低，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先进感觉。来到这边，听到的声音，乌鸦、鸟叫，还有极静的大自然的大自然声音呢、排排坐的毛器屋、民屋景色，让你有一种时光隧道回到江户时代。这是目前日本算是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也是我们近年来推出关西美山町合掌村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个景点。我们来到了高野山，
你知道高野山是弘法大师空海在西元816年就建成的，816年呢，所以代表高野山超过了1200年，到现在为止，这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地。这里是建立了共117座寺院的日本佛教代表圣地，不分种族、宗教差异，全面接纳跟包容。高野山也被誉为了日本的佛教圣地。那说起了日本的佛教呢？日本到底是佛教还是什么教？而日本有佛教吗？日本的佛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来的呢？其实呢，佛教大家都知道是从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在西元前5世纪到6世纪左右创立的宗教，而佛教在西元6世纪是从印度经由亚洲各地再传到日本的。所以重点来了，日本在佛教之前是什么宗教？就是神道教。那在佛教有一种叫轮回转世的概念，相信人们死后会重生，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哦。虽然生死轮回很痛苦，但是佛教认为可以透过修行实践来减少烦恼欲望，达到开悟，达到解脱。传入日本的是哪一种佛教？佛教其实分成很多体系啊，后来啊，然后传入日本的就是大乘佛教。在大乘佛教当中，追求的就是什么？自己的悟道，跟小乘佛教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还要救助哦，才能够成佛。这是日本的大乘佛教。那日本的佛教有很多种宗派，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或者是以坐禅为主要修行的临济宗、朝洞宗等等啊。所以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是神道教。佛教被日本接纳之后，开始产生了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所以在日本有双重信仰的体系，所以神社跟寺庙常常是在同一个区块里面。但是一直到了明治时代，由于政府颁布了神佛分离令，这个时候才让日本真正的神道教跟佛教信仰是分开来的，神社跟寺庙就被分开了。但是日本的习惯并没有改变，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到了日本，还是可以看到日本人在祈求儿童健康成长，以及新年来到的时候，他会到神社去参拜，并在寺庙中举行丧葬仪式或法事。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日本人会同时信仰着神道教跟佛教？你回想一下我刚刚前面所讲的历史，你就会了解到，这也就是日本的佛教跟神道教的差别点。而我们现在进入寺内，最先穿过的就是正门，也就是金刚峰寺内最古老的建筑。这里金刚峰是高野山真言宗的总本山，而这里是3600间寺庙、信徒超过1000万人的总本山，自1953年建造留到现在，这个讲究的就是历史啦。所以，如果你是对于日本有很强烈喜欢了解他历史宗教的朋友们，那你来到这边，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日本从以前的佛教神道教遗留在这个地方所留下来的历史故事咯。
这个是他们煮饭的地方啊，有看到了哦。不管你是对日本的历史有没有兴趣，或者是对他的宗教缘由有没有兴趣哦，没有兴趣也没关系啊，光看这里，它就是古迹啦，是不是呢？拍拍照也很漂亮啊，外面还下着雪呢。而来到这边，其实它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也可以了解到，除了佛教、神道教在日本的转换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了解到他们这边吃素的是怎么个吃素法。其实在日本有一种叫做精进料理啊，精进料理指的就是佛教戒律的一种料理形式，它不会使用任何的肉品或者是鱼类，所以你在日本吃素，你开才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叫做精进料理啊。那高野山的精进料理呢，就很特别了哦。他来到这边，如果有办法品尝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它非常的漂亮跟豪华，秉持了日本人的血统。为什么？它的精进料理呢，以五味五法五色作为一个基础。五味呢，五味米指的是什么？酱油、醋、盐、砂糖、辣的啊。那五个法是什么？生、煮、烤、炸、蒸。那五个色又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就是让它五种颜色来搭配。哇塞，还真精进啊！所以它这个精进料理呢，不是这么简单。你看日本的精进料理，或是日本常常一个 set， 它的日式和食料理当中，你会觉得它一点点很简单，其实它每个都有经过摆盘，经过颜色的调配。那有的比较高档的餐厅呢，它更是还会把味道调到每一个味道都不太一样。这也就是在日本人当中很善于包装，很善于重视感觉的做法。视觉上要赏心悦目，让客人感受很棒，而且呢吃到嘴里也觉得很特别，这就是他们的精进料理。而且精进料理是属于素食，还有五进。五进是什么？葱啊，这个韭菜啦、蒜啊、姜啊等等，这些味道比较强烈的蔬菜都不能用。这就是日本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一样是吃素啊，你注意看看啊，吃素的学问还大不同。来到了和歌山县的千叠夫，它是一个巨大的基岩，在这里面呢，这些岩盘它铺的是一层一层的，就好像一层一层的榻榻米叠上去一样，所以它叫做千叠夫。这千叠夫呢，是太平洋的一块非常巨大的岩盘，那因为形成岩盘的砂岩质地比较软，那这个海浪在打的时候就会侵蚀它，就会变成呢把它弄成这样子复杂而又独特的地形了。如果今天这个是花岗岩地形、那有可能还没有办法形成这样子的特殊景观。所以所有的人来到和歌山县，就会来看看这个大自然的杰作千叠夫。在这里最吸引人的也就是夕阳，当夕阳从千叠夫这个方向沉入太平洋，是最多人来这边取景拍照的地方。
其实日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理风情呢，都在和歌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南纪半岛。那这一块区域呢，可能啊名声没有像关西啦、京都啦来的那么有名气啊，所以毕竟到访的人会比较少。我们现在走到了和歌山县的千叠夫，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呢，我们能够呢造访和歌山其他的地方，来好好的介绍一下特殊的和歌山。因为和歌山拥有日本一部分最神圣的地区以及美丽的海滩，那吸引了非常多朝圣者，还有前往海滨爱海的朋友们，包括这里还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熊野古道，还有高野山的寺庙建筑群。我们刚好在这一趟走到了和歌山的两大重点，一个就是高野山，另外一个就是千叠夫。